嗱，今日咧，我请到我老友咧，飞碟学会嘅会长阿 Moon 姐嚟同我哋讲下外星人。系我先，大家你中意称呼上要讲 Moon 姐嘛？咁阿 Moon 咧就研究饭咧，我唔讲几多年啦，因为一讲就变咗爆咗你个身，你个年纪出嚟。总之好多年。啊，好多年啦。系啊。的外星人呢件，好多个十年，好啦，唔讲，人生嘅几多十年，仲有咧，佢屋企嘅天棚咧，仲有咧迎接呢个外星人啊，嚟到地球咧嘅设施喎，系咩？系啊，我讲过你知啊，我知我去过嗰度嘛，喺乜乜神游楼上，咁咧系一个好热心。而且好持久咧嘅研究者，真係咧好難得嘅。又經常咧主辦好多學會嘅演講啊，請咗好多專家嚟啊。又喺香港咧就發起咗呢啲運動咧，好多人咧聽佢嘅播音啊，做節目啊咁樣喎。咁啊，所以咧我今日咧好榮幸請到阿 Moon 妹。你嚟，咁首先咧讲下，多谢赞赏先。系，讲下先就系何为外星人咧？外星人其实咧，我哋好多人嘅观念都错嘅。咁啊，乜嘢叫外星人咧？外星人呢个名咧，就充分反映我哋自己点样睇呢个宇宙所有嘅星球同自己坐嗰个地球。嗯。哦，呢个地球就系我嘅，我嘅，所以来啦。地球外边嗰啲咧。就未係我嘅住，你哋嘅，咁你哋係外邊嚟嘅外星人，就變咗係一種地球中心主義。係啦，同埋其實咧，講真真係要日本人就講得好好聽，我叫宇宙人。哦，宇宙人嚇，咁就比較合適啲嘅。其實我哋自己都係外星人啊。係啊，冇錯啦。所以呢個宇宙根本就係冇外星人、內星人嘅，全部都係宇宙人。OK。咁啊，而家我哋睇到咧。譬如畫畫或者係想像中嘅電影啊咁樣咧，佢有形體嘅噃，咁啲形體咧好古怪嘅，譬如 E.T. 咁樣 ，E.T. 當係一個外星啦嚇，係一個最出名嘅外星，好出名咧。咁啊另外咧喺美國咧又話喺1949年係嘛，喺呢個羅茲威爾咧就發現過一個。墮位的飛碟，裏面咧又話解剖咗咧，拎咗佢出嚟解剖，都心裏認咗出嚟係假嘅。嗯哼，咁你都睇到呢個呢位仁兄咪就係羅茲威爾外星人咯。羅茲威爾 ，We say hello。Hello，Hi。佢側側地撳住我哋。咁呢種人咧，係咪真係外星人就係咁樣嘅咧？其實咧，嗱，頭先你第一句都好叻嘅喎，話有形體，真係如果計佢嗰個住嘅生存空間咁計咧，就係有能純能量嘅啦。咁然後到有半物質，中間仲好多分類，然後先至到呢個物質世界裏邊嗰啲外星人。咁啊，呢就係阿次官頭先講嘅有形體嘅外星人。咁啊，講到有形體嘅外星人咧，我哋大致咧。即係嚟咗地球都有八十幾種啦嚇，或者而家講到百幾，係啊！我哋分到我自己分120族，但係有啲地方分到成而家興講到差唔多200。不過美國官方咧都唔好話官方嚇，未官方住就講到係有50多嘅前幾年，後嚟有60多啦。20-30年前就話我哋美國就話淨係識得。5-6族嘅啫，咁呢啲外星人咧，因為好多係由啲個案係稍縱即逝，見佢1-2秒都可能冇嘅。咁你靠咩？咪靠嗰2秒見到個樣去分咯。咁啊講樣咧，就有人樣噶啦，即係我可能係外星人啦，同你做緊節目喎。咁啊有類人形啦，就係呢位仁兄，有啲烏蠅眼咁，我哋叫佢係小灰人。即係個名字，小灰人又係，或者小綠人都有嘅喎，啲都Green Man啊嘛，係啊，Green Man、Pink Man、Orange Man， 都有，乜都有，係啊，近住羅茲威爾事件嗰排咧，其實都有一個類似嘅個案嘅，咁佢降落又墜毀咗個碟碟，咁咧就係一樣有呢啲外星嚇小灰人，但係佢咧係有一個係有啲係橙色嘅，係嚇，所以我中意橙色，橙色靚喎，所以佢陪咗我幾十年嘅啦。咁啊，當然仲有一啲係機械樣啦。
再有一些是不分類了、即有些一撇的奇奇怪怪什麼都有，有些動物頭的樣子見過，有驢啦，有馬啦、有狗的頭啦、現在很興講那個藍鳥啦，那就鳥啦、不怪得呢、中國山海經裡面呢畫了很多那些怪獸、有些就說他是神，因為大家不知道他是什麼嘛、當作呢它是、某個神奇、就畫了出來是不同的頭部的人身的、有龍頭、有雀頭、有馬頭、是很多這些的，不怪得了。其實這個希臘神話裡面都有一堆這些、蛇頭髮的，是啊，是吧、我猜想、我們看了很多邊緣的書、都是我猜想的、就是呢其實當時的外星人呢，他們 做我們的嘛、他們很高科技的，我相信他們有方法控制到、如果這個物種和這個物種交配生的仔女呢、是可以他那個特徵，即是蛇的頭髮和海豚的皮膚可以混合起，就生一個新的品種出來的了。是嗎？我估嘛，當然是啦、我呢後來就不行了，後來可能 就太複雜了，搞到個世界跟 DNA 有關係、搞到個世界太亂，他就收窄了，不讓了、即可能隻馬和隻狗搞埋、都生不到一個馬狗了、因為 DNA 不能夠配合的。但是狗不狗，我們現在都見到新聞的，哎呀，在海邊衝了上來這個呢，有人不知道什麼來的，前那陣子有了，前兩天人身馬頭還是什麼頭樣的、又衝了上海岸，還是有人發現了樣、我也看過這些新聞、不怪得呢又說呢、世界上有些怪獸、所謂怪獸、的存在呢，我相信是會有的、因為呢中、這麼多年來呢、歷史都記載過很多這些事件，但人類呢就不肯承認人和其他的 物種、可能是、動物、可能是神、的有、交配過生過出來。聖經有講，聖經講的就是巨人、天使、都跟、人交媾過，見到地上的女人很漂亮、很漂亮、於是呢就生了些歷史上被稱為巨人的人、還有呢那些人是聰人來的，全部是聰人來的、這樣說、是不是呢，這個呢就留待我們下一代都知道了，實知道了。 我的朋友去西藏尼泊爾那些住了 一住幾年以上呢，他們是見過，見過在那市集的旁邊，見過很高的，但是呢他即看到他很久、他都不動，走開一陣再回來就走了，是見過的，是人來的，是人，有人穿著傳統的藏族的衣服、有七八尺高的，是這個呢。我有個朋友說呢他見過天使、他就這樣，因為他信教的，他的形容呢就變成是他那個知識範圍裏面的呢、他覺得很高的、一個很高有翼的、有藍眼睛的人、他當作是天使先、因為 他認識天使就是這樣的、翼有可能是外星人來的，那當然了，認識也有了、不過他的僥倖就撞到。不過這裡我可以引申到一個題目呢，想請教你的。 有些個案那個外星人真的這樣 一個人這樣飛的，會是啊。為什麼我會、說引申出來可以、談談說談呢、就是挺有趣的，就是說呢外星人呢會俘虜了、做我們地球的人呢、去某個地方、然後呢可能是那個女士呢回來埋孕生個兒子、有外星人的血統、甚至乎有些就改造 DNA、不需要交媾了，直接變成另外一個外星人、這些故事呢你就大把了，今天帶了很多書來呢、今天講個最阻人知 的故事呢，還講一下故事給聽眾聽。好，那這樣呢大家都知道阿 Moon 喜歡講接觸，不喜歡講老怪的。那阿 Moon 講老怪、講老怪之前呢、怎麼都要聲明一下的、即是我們收到這麼多天上的訊息呢、其實都最主要是三個渠道下來的、第一呢
最靈性嗰啲咧，就係通靈嘅。不過你難辨佢係真定假，難啲嘅。咁第二咧就係接觸啦，就係真係敲門。一開始話你知我係敲門啊！會啊！冇啊！佢要好，佢唔驚你嘛，佢要唔好驚親你敲門就話我就想同你做個朋友，即係我講古啫。我都係意思即係我都係人啊。哦、我同你一樣，我都係宇宙人。係 我敲門入屋嘅、我跟你啲規矩做嘢嘅咁。咁啊，但係咧傾傾下咧，你就會知道，咦，原來佢係外星人喎、你初初敲門，佢梗係唔知佢係啦，係嘛？咁啊，傾傾下咧，就話天文地理、預言乜嘢都識。咁呢種個案咧，多數係人養嘅。咁、但係佢哋已經住喺我度啦。係呢、中國人養啊，東方人養定係西方人養？乜嘢養都有。他們是很度身訂造去接近你而不讓你嚇親的、他們甚至在一些、有些個案在德國、他德國的不同的口音嘛都有、好像我們都有不同的假鄉音、是的，他們是就埋你那個鄉下音，他學埋那套，這麼厲害啊？是 我學埋台山話，我不淨止學中文，咁嚟接近你做你朋友噶喎、好似當年咧呢、這個耶穌會教士嚟中國傳道咁樣喎。係啊，我學埋中文，學埋你嗰個文化，同埋學埋你口音添喎。嗱、好多個案都講咧，佢哋為咗落嚟咧，佢係首先要讀曬你哋個文化，仲要學。佢哋話可以學70種地球嘅語言先落嚟嘅喎。咁犀利啊！70種啊！叻過耶穌會教士喎、係啦，咁嗰啲李馬竇，李馬竇嗰啲都係學。幾多啊？佢李馬竇咪學中國官話咯，仲有官話咁啊，讀曬四書五經嚟考一個功名啦。哦，佢真係隻科舉人嚟㗎。科舉㗎，李馬竇嗰啲耶穌會教士，好多個都係讀科舉。唔係你點接近到咧？官大官啊，咁你點樣可以接近到皇室啊？好多時咧，因為咧你嘅學識同埋你嘅攜帶嚟嘅佢哋嗰陣時叫奇技淫巧啊，咁咧就其實係多數係時鐘、望遠鏡、炮、大炮，即呢一啲咁樣嘅機械嘢。但係咧，佢哋甚至乎幾何啊？Geometry 佢已經有幾千年歷史噶嘛，喺希臘。係啊。咁啊，當時咧就攜帶埋呢啲咁樣嚟嘅工具，同埋呢啲製作成嘅成品嚟孝敬進貢俾大官同皇帝皇室。咁啊，皇室咧見到呢啲咁樣樣咧就滿心高興啊！但係咧口中就話奇技淫巧啫咁。淫即係解咩啊？淫係多。呢、這個淫賤唔係咧，淫詩作舉個淫，唔係三點水個淫，淫賤個淫。但係呢個淫咧，呢個字咧，字解多咁解。呢個字咧，淫雨霏霏咪多雨咯，唔一定解淫個。好啊，中文先。係啊，係唔係奸淫邪道個淫啊？唔係一定嘅，有六個解呢、這個淫賤、其中一個解係多。Many。Much 都係淫。Okay.講到英文添，咁即係你唔能夠坑啲咪乜咗，係咪啊？我哋英文老師，你教識過我。係啊，好啊。咁呢、這個當年咧，中國都有講到咧，懷疑啊，有啲人咧係外星嚟，不過佢冇呢個觀念，冇呢個名稱咁解啫。佢叫咗佢係神嘅，佢當咗佢係一種神仙，冇錯。咁啊，呢個咧，第時我哋揾日咧再講講中國嘅中國外星史啊，有啊，由漢朝開始好多添啊，係啊，好多添啊，我哋就慢慢講，或者揾啲專家嚟講下。佢好慣㗎，中國人好慣。阿蘇博士咪識呢啲嘢咯，好揾佢嚟，佢得閒咪過嚟咯。好啊，咁啊先講咗你呢個遭遇先，你講呢個遭遇。咁就講完接觸，講完嗱嗰啲人樣嘅，咁然後另一第三種通靈接觸 contact 嚇，咁跟住第三樣咧就係 abduction 啊，就係、是、老怪啦。老怪咧就係點咧？嗰個外星人樣咧喺前線嗰啲咧，多數都係呢位仁兄咁嘅小灰人嘅嚇。咁、但係坐翻正啲，歪咗。你不要頭耷耷啦，好咁啊！但系後邊嗰啲咧，就多數有個高個子啲嘅，但係都可能係未到人樣，或者有啲就係螳螂樣，
係咩？係啊係啊 ，mantis 係啊，係啊，好好都幾多㗎，幾古怪喎、啊。係、啊、呢、這個就可以拉翻去最近嗰個畫家畫七十幅畫個故事啦。嗯，咁同埋佢哋咧，通常就係唔知嘅，那個事主係唔覺嘅、嗯，接觸咗佢一排嗰十幾廿年啦。三十年啦，到大了通常七八歲開始接觸嘅，但佢係通常都要催眠先揾得翻成個，冚得翻成件事嘅。即係嗰個事主要被催眠，多數都要嚇。咁、就唔同我一開門講講下就，我係外星人嗰啲接觸事件咁。咁、人物就唔同啦。咁你嗰個事主知道自己係事主嗰個方式都好唔同啦。請佢上飛碟咧，就係佢哋通常催眠或者點咧，就翻點解佢會搞到要去催眠呢是就係咧，佢生活上好似唔得咁啊，裏邊咧有啲嘢成日出現啊，個腦裡面又諗，成日諗到一啲嘢啊，嗰啲嘢唔係幾正常，即係唔係幾一般嘅，搞到佢差唔多生活唔到咁，或者搞到佢同屋企人關係又唔好啊，覺得佢怪啊咁。咁最後就咦，而家今時今日就好啲啦，因為大家好快就諗到，你係咪外星人揾你啊咁？即係可能廿年前都未咁普遍，咁、就催眠之下就發現咧，原來佢七八歲就開始，例如多數啊，就喺樹林度見咗一個奇怪嘅生物啦，咁一路追，咁就追到今時今日就，知道自己咧發夢咧，瞓咗覺咧，成日就成個人就想浮船浮咗，然後咧。例如嗰縫牆或者個窗啦，佢成個人係啦，成個人圓浮咁出咗去。係咩？係啊，嗱、可能係個窗咧。係佢個肉體定係佢靈魂啊？兩樣都有。兩樣都有嘅。兩樣都有。咁例如佢冇窗咧，佢可以嗰縫牆就係咁穿越。就出到去咧，就會都幾多時就見到只飛碟咧圓浮喺空中噶啦。就咁嘅就一聲咁就跣咗入去噶啦。哦，那個飛碟有冇門嘅？唔需要門嘅，唔需要窗嘅。他會覺得自己是進去的，可能在底下那個洞這樣上的，咁呢一橛咧，佢到後嚟先再知嘅，當初是突然間入咗都唔知，係入咗唔知，下一刻咧就佢嚇呢人做咩啊？要鋸我啦咁樣樣，咁通常就好驚噶啦，即係我哋劏雞擺只雞喺個砧板，咁即係你做咗俾人劏嗰只雞喺個砧板上面喎，咁好驚啊！係啦，咁好驚嘅。其實啲外星人咪研究佢，一定係同佢有啲咩關係咧？有好多原因，點解我哋被擺咗上個 so to say 手術台砧板上嘅？我真係由好處看啦。嗰啲壞嘅驚嘅嘢，其實係嗰個事主。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他是出於無名而驚的、但最後呢他可能會知道哦，我們呢、可能是提升我們的 DNA 啦，你說外星人幫他手，是外星人放你在手術台整好你，即研究 DNA， 即做漂亮一點我們的 DNA， 提升我們，或者真的純粹來研究我們啦，有些呢就真的想做法，很多時候那個主題是想做一個新人種、這個小灰人，這些螳螂人，最後面有一個高一點的，很少真的有人養人，就是想做一個新的人種、就是他覺得他們自己呢是不見了情緒這一忽，是嗎？沒有情緒的、沒什麼情緒，他們那個性格和個思維呢就像工蜂像螞蟻，咁佢係好集體性，好聽團隊話、但係就冇乜自己嘅性格嘅，冇個人嘅 character， 係啦，冇乜個人嘅性格。咁我哋就啱啱係個相反嘅，我哋就好多個人嘅性格，係有啲團隊精神，係啦，尤其是我要一人一票投，要民主自己大曬嗰啲人啦，係啦，西方人啦嚇，咁就變咗咧，佢哋想溝翻個新人種。我哋就極端啦，我哋又噼哩啪啦，乜嘢都大成大聖啊，大癲大廢，喐下就嗌交，喐下就嘻哈大笑哦，咁樣樣。咁佢就好珍惜呢一個情緒。佢哋曾經咧將佢哋嘅 DNA 咧係覺得冇用呢樣嘢喺我哋嘅族類，佢哋好高科技嘅，佢就做 DNA 工程 engineer 到呢一 part 要。不知道用來做什麼無厘頭的情緒呢，篩走了他，篩到剩下頂那些人呢，即可能是工蜂蟻後，他
他們會是能力是多一點，無論情緒啊思維會多一點，但下面那些功夫螞蟻呢就真的很功夫螞蟻的話，很聽話，不過他和功夫螞蟻有個大分別呢，就是前線那些他們都是很我們地球標準來說是特異功能人來的，他們很害怕，經常事主都會形容，如果我把手那樣，那個外星人那個小夫人的手這樣，他用說話calm down他的calm down不到了，他就一手抹撥在你上面撥一撥，他說那我就靜了，好像喝醉酒那樣，很鬆很飄那樣，沒有錯的。你說他上到去那個手術台上，手術台上被他這樣一隔空一個撫摸，隔空這樣，他就即是他其定了，他釋放了一些能量，他們有很強的思想控制的能力，可以這樣說、這個下面有記載出來，是全部是記載，我沒有一句是我作的，我知道你所說的跟我所說的讀書報告來的，我都是我人們說你是不是懂那麼多，我真的全部不是自己作的，下面聽回來的，如是我聞這個節目，如是我聞，是好了，講到這裡、手術台這些前線工作人員、於是大家就覺得老酒事件呢就是他們做的了、其實不是，其實就 不多是的、可能他們都有個領袖的、那個領袖可能都是這個樣子的、很多個案的領袖都是這個樣子、但如果傳訊息給他那些呢，通常不是前線那些，就算 Grace 有幾個的，有些是肥肥地矮得得的，是啊，肥肥地矮得得，好像隻沙皮那樣，那些皮呢巢下巢下的、這就滑捋捋的高一點、是啦、再有一些呢，有些是高一點的 Gray 的、然後呢再有些是 Mantis 螳螂人、很少很間中才有人在飛碟的，有沒有他是螳螂的面貌，還是包含他螳螂那個身形啊，身形和那個、手都是的，是嗎，都是螳螂的，是啊，真的，真的整個螳螂由頭下身不知道，即多數的畫證人畫回都是去到那麼長下、畫不到隻腳，可能不見了、但是這個純螳螂樣，一個純直立的螳螂的樣子、有沒有昆蟲的甲、啊、或翼的甲，即手指甲，不是甲，即是它全身armor或者 horrified 了，還是肉來的呢，它真的如是一隻昆蟲凍在這裡，你看到、你凍一隻草蜢昆蟲螳螂凍起它，真的是這樣的，因為它昆蟲或者其他的、同類呢、就很多個身呢都不是好像我們畫嘟嘟的嘛，是、有殼、有殼的嘛、是殼不是甲學，是啊，他都學的，是我見事主畫回出來完全是畫一個昆蟲，沒有修飾加嘢，穿衫乜嘢都沒有，即不是肉地來的，是啊、是啊，那、好了，他的線條畫得很硬，你覺得他是畫一個真的螳螂出來，是、好了，那、我在想呢，就是他做完這些手術或者改變你的 DNA 或者跟你、有些 增進呢，improve 你的呢，有時是拿了他們的卵子精子啦，拿的，拿的，咁都是用微創手術，亦用很高超科技拿啦，即是不是捐精的，有時是禮真的來的，是嗎，是都有，為什麼呢，最近我們學會都有個這樣的講法、那他高科技為什麼要禮真的麻煩呢，為什麼要去這樣抽人家的、種子啫，那你不是 DNA 這樣改他就行了，知佢就係有曬呢啲科技去改，而家改到自己覺得唔係幾妥咧，改成咁，咁佢要歸點解回歸大自然？回歸大自然去攞翻嗰個情緒。咁所以咧，我哋爸爸媽媽，我哋每一個人爸爸媽媽生我哋嚇，將個卵子精子結合嘅時候係好激情噶嘛。一定要激情。係唔激情嘅個仔女都唔靚噶嘛，大哥唔叻噶嘛。咁啊要問清激情啲叻啲嘅。唔係係呢個咧講咧，清教徒咧就話咧唔係嘅。哦，唔係嘅咩？清教徒咧即係喺美國南部嘅清教徒咧。就他們呢當是一種繁殖的任務而已、所以呢他完全沒有所謂激情、他呢就在那件衣服裡開個洞就算了，
即係件衫個鐘咧就開咗之後咧就互相接觸到。咁中間有冇感情啊？有冇接吻啊？愛撫啊？怕者都冇啦，佢都唔注重啲嘢。最緊要咧就係播種、接種。咁啊，所以咧。會唔會越生越蠢呢？我都唔知啦，我相信都會啦。嗱，咁我頭先嗰啲係啲 city girl 嘅 common sense 嚟嘅啫。啱啱啱嘅。好啊，咁交配咗或者你頭先講個件衫穿個窿咧，我忍住要講下呢個孟照國嗰個外星女人。係。佢七尺嘅，好高嘅。有即係有孟照國啊？孟照國就係中國嗰個最出名嘅老走事主嘛，喺吉林。哦，有幾耐嘅？有幾耐？我諗都七幾年，到依家都四十年咯。七年，孟照國。孟照國。哦。咁啊，呢個好出名嘅個案，我哋曾經想請佢嘅啊，未搞。呢個女人七尺啊？嗰個外星女人係成七尺噶，跟住佢咧畫翻佢出嚟咧，就係件衫就喺呢度開個窿。哦，就開窿。你講起件衫開條褲應該話。條裙開窿，你講起開窿，我一定要忍唔住講咗呢句出嚟啫。咁啊點咧？咁啊就要嗰個男性同佢交球。阿孟照國咧就係一個斬木嘅工人嚟嘅啫，喺啲林場度。咁啊有一日望到對面山，咦好似有個發光嘅蝌蚪嘅東西。咁佢爬過對面山，同住佢啲朋友嘅表弟咁啦。咁佢望下，咦？咩嚟嘅咧？咁但系咧，跟住下一刻咧，佢就暈咗啦。佢暈咗啊！佢暈咗。其實唔係真係叫暈，不唯有叫佢做暈，因為佢去了一個另類嘅意識。但係旁邊佢嗰啲同事咧就冇暈嘅，冇事嘅。咁但係喺搬翻佢落去安全地方嗰段路都有大半個鐘、幾個鐘，唔知啦嚇。咁佢係足夠嘅時間咧，孟哲哥就話嗰段時間就發生咗成件事啦。咁啊，即係可能喺第二個空間發生啦，係咪？搬緊佢話發生咗。咁誒，有個外星女人好高，有外星女人。係啦，就係頭先嗰個女人。有冇人樣咧？又係應該係人樣嚟㗎。嗯，七尺咁高。係啊，係啊，七尺咁高，咁樣穿咗窿件衫，咁就同佢咧，係啦，同佢就係啦。即係攞佢，即係攞佢啲精子。攞佢嘅種子，啊，攞佢嘅種子，但係其實係真係禮真嘅。咁啊，即係有感情咁樣去做嘅。咁當佢時候咧，就成日去佢都會喺屋企瞓瞓下覺，又上咗飛碟啦。有呢個女人又嚟捉佢。係咁，佢哋一穿過個牆壁就嚟噶啦嘛。跟住佢哋懸浮，佢事主懸浮，咁又出咗去飛碟。隔離個老婆瞓緊覺係唔知噶。佢老婆點噶？有老婆噶。係，即係佢唔知嘅。有細路仔啊？幾個事主都係噶，個老婆或者個老公係唔知噶，但係晚晚都飛咗去噶啦。咁誒，會唔會呢個睡夢中嘅希臘神話裏頭嗰個都有㗎？希臘神話有 incubus 啊嘛，同埋 succubus 啊嘛，兩隻係啊，名嚟㗎，名佢嗰只妖怪個名哦，就一個專吸男人嘅，一個專吸女人嘅，吸引佢哋吸咪直情咧，夜晚黑 succubus 直情嚟佢屋企。可能佢屋企瞓住一張牀，隔離有個太太，但咧佢識個別寫呢個夢妖啊，佢叫夢妖，就咧取咗佢嗰個精子，即係同佢交媾啦，同佢上牀，上喺牀上正上牀噶啦，好聽啲嘛，同佢交媾，講到有啲面紅啦已經。唔使啊，呢啲網台正式講呢啲係。學識嚟噶，係咁咧。呢個 incubus 就係咧男性，又揾啲女性。咁咧呢個夢妖就立咗你之後咧，佢又冇講佢希臘神話冇講佢話太空人或者係宇宙人，或者外星人，佢冇講。佢就話呢種係妖嚟嘅，叫夢妖。咁咧就惹起你嗰個咧性慾。咁呢個咧亦係咧基督教咧認為啊，人咧八罪中裏邊最重要嘅一個叫 lust， 即係你嗰個性慾，係一種咧你嘅要求咧係一種咧犯罪嚟嘅，係一種罪嚟嘅，七罪中嘛，就裏邊呢個愛慾就係一種sex 就係一種罪先嚇先嚟噶嘛，咁佢話咧一個人佢
譬如男人咁樣，佢咧無端白事咧，佢都會咧硬咗出嚟勃起嘅。咁啊，證明咧個人唔係因為佢有性慾，而係佢有原罪。佢呢個罪咧就係諗起一個性慾，有咩性慾咧，佢就要性交，於是乎咧就變成咗咧一種一種罪行嚟噶啦。佢認為啊，咁你整咗呢個人種，佢嗰個生物。反應是這樣咯，那是咯，原罪就是個生物，是生物，生物構造咯，生物構造是這樣，是啦，那這個構造呢，就不是本來的原意這樣的，是魔鬼引誘來的，是temptation來的，這樣說，那引致到呢，性慾呢，就變成罪行了，在現在呢，譬如弗洛伊德講的心理學呢，呢、這個唔係呢 libidal 啊嘛，呢個人性本來有嘅，即係生命力嚟嘅。生命力嚟噶嘛，你個播種啊，或者你嘅繁衍，或者就算係啊，你唔需要壓抑佢噶嘛，你唔需要咧夾硬壓抑佢。係當然咧，我唔能夠見到個女人靚，我就唔係去搶啊，夾硬暴力啦、啊，又有個禮節啦、啊、嚇。但係咧個思考本身就係一個自然嘅反應嚟嘅。咁、呢個咧就喺耶教嚟計咧，或者好多宗教嚟計咧，佢唔當佢係一種自然嘅反應，當如係一種咧罪行嚟嘅。咁啊，呢一大堆咧就係基於我冇能力改變我嘅生物構造嘛。但係而家啱啱就係講緊呢啲 grace 咧。佢整個族佢係有高科技，唔中意邊忽唔要。呢、這個叫族叫 grace 啊。就是、他們族啦，佢哋呢一族就係話情緒冇用，嘿 DNA 走佢、性慾冇用 ，DNA 走佢都得。咁佢可以整走情緒，點會整走唔到性慾咧？哦，乜嘢咧？情緒係大嘅喎嘛。唔係咁啊，捅我得嘅喎，飛咗捅我。其實可以嘅喎。嚇、啊！咁你成日食咧？你情緒咁複雜，你都可以整走喎。咁、好高科技㗎啦、即係嗰個 DNA。的知識很高超的了、問題是他現在就厲害得滯，搞走了一些這麼難搞走的東西，接著又恨拿回他回來，我又想拿回來，就今天見我們七情六慾、就在人類的人間社會裡拿回來，溝回你的 DNA、看看能否弄回不七情六慾，三情兩慾算了。有沒有成功的例子？很多，他一直在做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他即是有些個案是看到、我們一個未來的人同埋小夫人溝出嚟嘅新嘅品種，成日好多個案都見到嘅。即係因為生出嚟係嗰啲外星 BB 咧，如果似啲人樣就俾佢自然順產嘅。有時喺地球就由佢長大。咁有啲喂唔得啦，佢大咗唔可能喺呢度俾人覺得妖怪嘅，咁就去咗佢哋個星，佢哋個星球長大，或者係大到半咧，佢哋會叫翻啲事主上個飛碟度，爸爸又好，媽媽又好，多數媽媽啦嚇，地球媽媽咁就上翻個飛碟度 pat 翻佢哋啲 BB。係啊。嚇，咁啊，又講起最近嗰個個案啦，咪有個七十幾歲嘅 Hudgett 嚇，佢個 Hudgett 先生，喺美國嘅，咁佢一個普通嘅賣三文治檔賣三文治嘅伯伯，佢就話又係經典啦，七八歲開始就見外星人，就畫咗七十幾幅佢個老酒事件嗰啲畫。咁當然啦，好爭議啦。應該係唔知道，我就問有冇催眠，我而家都未揾到佢有催眠嘅記錄。講過，咁點解七十幾歲嚟畫七十幾幅畫啊？咁就好多人挑戰佢，你係咪即係畫啲畫乜嘢乜嘢？咁但係拍呢個紀錄片嗰個導演咧，佢係真係訪問曬佢爸爸啊，唔係訪問曬佢啲屋企人啦、老細啦、咁個仔啦。咁嗱，當佢哋冇講大話，個仔係話：我自小長大，佢都係咁畫噶啦咁。即係當佢冇作嘢嚇，即係唔係一套戲咁樣搞出嚟，博出名嘅，博賣畫嘅，咁除非有人查到啦，係咪？咁所以我咧而家我都唔定當嘅，不過我照佢字面呢個故仔咁講啦，即係我哋未入到去真係鑑證佢啊，照嗰啲字面嘅故仔講咧，咁就七十幾幅畫畫曬出嚟咧，都係成個事件係咁樣去嘅，就係咁樣上飛碟啊，又捉下佢做下手術咁樣，好經典。佢嗰、那個再做出嚟嘅混血人啊，咁呢個人知唔知自己係混血嘅，同埋外星人同人類混血嘅咧？
係好好彩你提下我，我就係想講你讀。佢咧就話佢自己上有啲畫畫埋嘅，就係佢上咗個飛碟，然後先佢知嚇，我真係有七十幾個外星仔女啊，喺曬個飛碟度啊！佢畫到佢係一格格，但係每一個係一模一樣，呢度俾人救病佢啦嚇，即係咁樣好似佢咁樣，我就比較胎盤啲嘅碌咁，咁咧就嗌佢你要你佢就摸一個，佢一摸咧佢就話有一種靜電嘅感覺，全身。然后呢、这个能量呢就好似他认为是过了去这个 BB， 那这个 BB 呢、啊、就健康了一点、啊、他找他来呢就是说、啊、道具一点那些外星人找这个事主伯伯上回的飞碟呢是因为他们说他们好像死了啊，都养不大啊，那就叫了他上去，那就摸一下他了，咁哇、啊，我噶啲仔女咁，咁跟住就正電啦，一炸電即能量啦，咁去摸下嗰個外星 B B， 咁佢就好似生命力走翻出嚟，就好似冇咁死啦咁。咁、於是 B B 冇咁死。係啦，跟住佢就逐七十幾個逐個去摸下佢。都係佢嘅後裔嘅。係啦，佢哋咁話俾佢知，都係你嘅仔女啦咁、樣樣。但呢啲咧就係因為太過似外星人，所以咧就。抽翻上去飛碟度，我嚇應該係嘅。咁有冇啲？但唔係嗱，逐個個案咧、都有佢自己訂咗嘅劇本嘅、或者呢一個個案個劇本咧就係、是、全部都係上飛碟嘅咧，唔留喺度啦。咁、有冇留喺香留喺香港，留喺地球香港一陣講地球上嘅雲血咧？有噶，有嘅。佢咪就係佢出咗嚟，咪企出嚟自己講咯。嗰啲人有咩特別咧？啊！啲外星人嘅有一個特別嘅咧，就係、因為佢哋個頭好闊，好似個倒三角咁噶嘛。你會睇得出咧，呢個位係闊啲嘅。嚇、咁咧啲眼係大啲、亮啲嘅。係啊。嚇，通常都男女都係。係啊，同通常能量都係高啲咁。會唔會即係冇咁靚嘅咧？咁啊變。靚噶。靚噶。靚噶。你見過未啊？佢好多畫噶，我就未見過，但係咧。我有時教英文咧，我唔知係我個願力定係咩咧。我有時有啲係單對單咁教嗰啲咧 ，end up 佢哋真係好外星人㗎。係啊，有一個係闊到咧，我唔信㗎，你咁嘅樣嘅，佢個樣咁，但係好靚。靚嘅。你其實你睇，中國人嚟㗎。中國人嚟㗎，香港人嚟㗎。香港人點啊？其實你睇嗰啲畫卡通片咧，佢咪畫到佢好十三點嗰啲公仔咧，好細嘴、好大眼、好闊個額噶嘛。日本漫畫都係畫到隻眼好大嘅。佢似嗰啲㗎，嗰啲混血。係咩？係如果混呢啲混血係似呢啲㗎。我印象都好似見過，我就有一個唔係朋友喺街見過嘅女仔，我覺得好奇怪，吸引咗我眼球啊。就係咧兩隻眼特別大嘅，特別開嘅。係啊。哇！可能嗰啲就係混血嚟㗎啦。但希望佢唔係整容整出嚟。唔係整容，整唔到嘅，點整到咁？未整啊！隻眼咁大，好難整嘅。未整到個額闊咗出嚟。係啊，額闊咗出嚟。咁誒，係咪聰明咧？我唔知啊，冇同佢接觸過。但係佢哋一定會好順利嘅。你接觸係嗰啲係好聰明嘅。學你講咁咯，係聰明嘅。IQ 高嘅。IQ 高又有啲特別嘅能力嘅。哦。譬如佢畫畫好叻啊，總有一樣嘢好標青咁樣嘅。哦。咁呢班人留喺度，佢哋會知唔知自己就係外星人嘅混血咧？未夠鐘知咧，可能佢哋就會唔知住嘅。點解要夠鐘啊？佢仲有一樣嘢咧，點解要夠鐘？佢哋可能有個任務嘅，通常都有啲噶啦。咁啊嗱，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千奇百怪真係越講越開心，越講越多謎傳。我哋下星期咧繼續會入題啊！下星期咧，繼續我哋請埋咧，Jacqueline 嚟過嘅靚女咧一齊講好嘛？好啊，好啊。咁啊，下週繼續聽嘞噃。